欢迎观众，大家好，新闻大解读，我是主持人胡忠信，我来介绍三位非常杰出的女性艺术家。第一位音乐家黄凯怡小姐，胡大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立台湾体育大学舞蹈系助理教授叶景文教授，胡大哥们好，大家好。演魔砂剧团团长洪佩金小姐，胡大哥好，大家好。我们三位来宾都是在他们的各行各业，在舞蹈、在音乐、在剧团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正如我们昨天事实上我们也介绍三位在当代的音乐剧有杰出表现的女性表演者一样，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今天早上遇到在台大担任这个希伯来文明以及犹太文化的一位曾宗盛教授，他也是台湾神学研究院的就业学教授。他说他特别肯定的只有他每天看，他说啊，我们这个节目所呈现的，他非常讶异。我们把台湾的各种艺文团体、表演团体，像今天，以及在基层草根的公民团体，把他们找上台面。哦、他印象深，他对台湾充满信心。他说，犹太文明几千年来就是靠艺文团体、靠草根的公民团体，哪怕没有国家，他们的生机力量在此、哎。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哦、哇，特别谢谢两位、哦、今天一位。来自挪威，我们的观众我想是台湾人叫做这个天佑啊天佑台湾的天佑，谢谢你在挪威每天准时收看。同时呢，我们一位固定观众铁粉，在婆罗洲，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有东马西马，东马有一个婆罗洲，亚洲最大的岛叫婆罗洲，他每天一定准时收看。我特别谢谢我们这个节目，不要说北美洲了欧洲，像挪威。跟婆罗洲，这表示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全球化的节目哈。我特别向大家致意哈。那我们今天谈的是各种当代的表演艺术。今天第二小时啊，我特别邀请到，请先看一下哈。这是北科大的郑丽玲教授，他研究是日治时期的摩登新女性。这是李火珍摄影家，他拍他的夫人啊，摩登。其实一百年来。台湾的女性在台湾文化的提升跟推动一直扮演推手角色，问题是我们的官方的媒体，我们的官方历史家过去把他们刻意的抹煞，我们有必要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当代的表演艺术，我们先来看一段怪物舞台剧的片段。女孩知道是这个怪物拯救了她，诅咒怪物独自游荡，蓝色眼眸看孤春白芬芳，恐惧无法抵挡心中渴望，女孩温柔笑容陪伴身旁，黑暗迷雾森林透去生命，包括动物。这些年，他独自在森林里游走，保护那些误入森林或者是想要离开的人，不受到山神的诅咒，可以平安地穿越森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女孩。不过有人说，曾经看到一个像人又像动物的怪物，身边多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我要先恭喜我们今天两位来宾黄凯怡小姐跟洪佩金小姐，他们获得今年台北市的杰出的表演者、艺术工作者。哇，向你们肯定。那更不用说这个叶教授早就扬名国际了哈。好，我们的节目是国家认同，我强调，只基于文艺复兴人文素养哈。我每天就是推动台湾文艺复兴运动，我再强调，我们就是在做 ING 在做了哈。好，刚才一段非常优美的音乐，请容许我再引用伯恩斯坦的话，这是我们对暴力的回应，比以前呈现更扎实、更优美、更奉献新的音乐，包括音乐剧、包括舞台剧、包括各种表演、包括舞蹈。
韩怡小姐，请你分享。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影片哦，其实是由算是台湾比较中生代的次点创作工作坊他们所做的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哦。对，那今天其实很大的一个主题呢，我们要分享就是在音乐剧这个部分呢，东西怎么样做的碰撞所产生出来的新的作品哦。那其实讲到音乐剧，其实近年来还在台湾算是越来越流行哦，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团体有朝向这个方向去做创作跟发展哦。那不过其实音乐剧的缘起最早当然还是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啊，不管是从歌剧开始到轻歌剧是比较轻松的主题，然后到后来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百老汇啦，或者是英国的这个像是《悲惨世界》啊，在伦敦上映的这些地方都有定目剧的演出哦。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部影片呢，其实它除了有歌唱之外，它后面可能有一些观众有注意到有皮影戏哦，所以也是把一些传统的台湾的这些文化融合在里面了。不过其实西方的音乐剧我们知道很多，不管是像我刚提到的《悲惨世界》啦，或者是《Phantom of Opera》歌剧魅影啦，这些可能已经流行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有一个算是成立比较早的叫做宝冢的这个剧团呢，那他们呢算是先锋吧，要是不是第一位的话就是先锋，把这个音乐剧跟西方跟东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了，也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呢开始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好了，已经超过100年了。那其实他们今年也会到台湾来做表演哦。对，那所以等一下也会有更多有关这个剧团的分享哦。对，那其实从这种大的制作，像我们看到西方或者是宝冢这种大的制作，到小的比较小的制作，像台湾青少年的这些音乐剧的发展，可能算是比较小型的制作。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不同的呈现方式都会有不同的文化的特色。我们今天第二位是舞蹈家哈。叶景文教授，他目前也在国立台湾体育大学担任舞蹈系的老师哈。我今天为什么有钢琴家、舞蹈家跟这个戏剧表演者呢？他就是信心，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哈。哪怕魏德胜导演都要强调，我们台湾人啊太缺乏自信了，缺乏对这一块土地的信仰。我们在做的只是让生存在台湾的人，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而已，我再三强调这一点哈。这是我们的粉专的编辑所写的，把我们的节目的主题讲出来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不断地在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认真打拼，千万不要被这一种唱衰台湾的风潮给误导了。台湾是好所在，请你唔通嫌台湾。凯盈、景文、佩金绝对都是17岁的年轻人哈，来分享你在舞蹈方面怎么致力于提振下一代大家的信心。来，老师啊。好，连续这个凯盈刚才讲的这个宝冢啊，是融合这个东西文化的一个产物，这是非常有趣。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无心插柳，他其实呢是站在一个生意人、行销者的立场，想要让这个宝冢，让这个板吉。这个公司呢，能够兴盛起来，所以他呢就别出心，他呢原本发现就是说，在这里都没有人要来这个地方，所以干脆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温泉吧，那或者设立一个度假中心吧，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能够稍作停留。可是发现呢，这个温泉呢，由于气候的关系呢，它也没有办法呢，就是经营两个月以后，又开始又没有生意了。所以小林先生灵机一动呢，就把这个游泳池呢，打造成像一个剧场一样。好，你说这里就把这个更衣室呢变成了化妆室，然后呢把这个水池呢变成了这个表演场所，然后号召了16、17位。15岁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就开始了所谓的宝冢第一场草创期的开始。那他们的这个信条呢就是清纯正直美丽，好，那这个信念跟这个座位名字到现在的宝冢还继续遵守着。所以呢在剧团成立的时候呢，刚开始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宝冢好像是都是对他们的这个
女扮男装非常的好奇，觉得说，哎，这是他们的特色。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娘艺就是说女性呢是在那个时代呢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并不是以这个男艺为主角。那是因为战争之后呢，市场的导向让他们慢慢呢，女性的消费者、女性的意识抬头，然后再加上这个战后男性的观众减少了，所以呢，慢慢的这个焦点呢就转到这个男艺的身上啊。所以呢，如果说种种分析起来呢，它的这个时代与特色呢，主要呢我在这里分了几样哈。对外的呢形象作为分成的话呢，它可以分成这个少女。歌剧诞生、男艺的成立、战争的阴影啊、凡尔赛玫瑰时代跟伊丽莎白时代。那表演的形态呢，它有分作这五种。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新时代大众剧啊，就是东西文化融合的一个大众，像桃太郎啦、不倒翁啊那个时代。然后呢，还有再来就是华丽的这个 remix，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背这个羽毛的，然后穿燕尾服的，很多亮片哈、啊，很华丽，很夸张的一个舞台效果的。然后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也遇到了战争。战争的时候呢，那个生意人跟这个小林，他脑筋转得很快，他马上呢就可以配合军方、配合政府去演一些爱国的这个剧。然后呢，战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八个月内就重组，然后又开始演这个资本主义一些华丽的这种风格哈。然后一直到经济大萧条，到这个凡尔赛玫瑰的时候，才又再把他们救上来了。好，这是宝总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历史，我做一个很快的把它run through。那在这里呢，我们讲新时代呢，新时代的国民大众时期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把这个他们是着这个白底，就是像日本艺伎那一种，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西洋的音乐，好，把它变成一种，就是皮毛上的这个把它学过来这样子。然后呢，小林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满足，虽然他把那个游泳池救活了，但是他总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应该派一些工作人员真的到欧美去取经。那就派了两个很厉害的人去，一个是白井铁造，一个是岸田澄美。那首先去的是欧洲，是巴黎啊，他们就把巴黎的这个康康舞学回来，把巴黎的那一套东西就学回来了，就是让这个第一个作品《Moon Paris》啊，就非常的卖座，主题曲就卖了10万张啊，可以说是日本上第一个review 的这个作品。然后呢，这下面的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哈，这个是 Moon Paris 的一个。再来呢，他又派了另外一个，这次是去美国，那带回来了什么呢？带回来踢踏舞，哈，然后带回来了带回来了这个康康舞、踢踏舞，带回来了这个羽毛的这个大羽毛，羽毛背的越华丽越大，就表示他的地位越在这个宝冢的地位是越厉害这样子。然后呢，带回来什么？带回来肤色的这个化妆。以前那个日本艺伎都是打白妆，他觉得那个太传统了，他又把这个皮肤的颜色变成像我们现在西洋的这种肤色的这个装扮。然后呢，最厉害的他就是创立了一个叫做银桥，银桥就是有这个阶梯，他把这个明星排排站，让他们站在这个银桥上，像展示商品一样。他们是以娱乐，你要说他是艺术，其实是他后来越走越艺术。其实开始的时候，他是以娱乐推销他的明星为主导，为主要的哈。所以他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把宝冢的知名度打上来。可是好景不长，遇上了战争。战争的时候呢，就没有生意了。然后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就必须做了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就是开始这些明星啊，就开始去参加一些政府所举办的什么军歌啦，什么那些东西，就开始做一连串跟政府配合爱国的一些演出。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剧团没有办法生存啊，好，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战后呢，马上很快的速度又回到他们原来的这个
非常光荣、非常澎湃的这个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那么到小林快要过世的时候，就是那个创办人快要过世了，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创立的这个三层式的旋转舞台。对对。好，我们透过叶景文教授哈来介绍宝冢的简短历史，其实这也是明治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哦。我想下一段我请教叶景文教授，我们台湾有可能培养自己的类似宝冢的歌舞剧团吗？哈。有一次我陪一位我的好朋友医生啊，到那个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也看过这种类似这个歌舞表演。我觉得医生朋友实在很无趣，他是外科医生。我那时候感想，他说上面有三个女孩子割过盲肠哈，他的感想了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培养对美的欣赏了哈。我们来看一段哈，这个华国阳光剧团合体上的鼓手的片段，那来请教洪贝京团长。Et de la terre. Voici notre système. Pour chaque situation, un rythme. Écoutez ce premier signal pour alerter l'oreille. Veut dire. On inonde le nord. Vite, filez au sud. Voici au contraire pour ordonner à ceux du sud.De se jeter au nord. Et ça, c'est pour le pire. Brèche imprévue.无论是上一段的宝冢歌舞剧团，或者我们所看的华国的阳光剧团，他们演日本人啊，虽然用话语讲，这是惟妙惟肖，马上有感哈。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是这样子，我们本来是要介绍宝冢，后来我发觉到，哎，我们是不是也要培养自己的宝冢呢？我们自己的阳光呢？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在做了，但是我们的取法乎上哦。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洪团长帮大家分享清？好，那我们想承接就是刚刚这个教授谈到这个宝冢哦。那个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里面呢，我去看这个凡尔赛玫瑰哈，我们从宝冢它怎么被西化，它的舞台或是它的穿着，它其实在模仿这个法国人的这个服装嘛。然后呢，其实他们受到不只是 Revolve， 就是在1930年受到这个法国的影响，还有受到百老汇的影响。所以呢，日本人呢，他们取了这个法国跟美国非常好的优点，然后放进宝冢里面，但是做出日本人很特殊的音乐剧哦。那台湾有没有宝冢哦？其实在这个1950呢，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哦，大家会就是以为说这是宝冢，其实这是台湾的艺侠歌舞团哦。在1950的时候呢，的确东宝到了台湾做演出之后呢，然后就有人开始想说，哎，台湾有没有可能做出像宝冢这样的艺术？所以呢，就成立了艺侠歌舞团跟很有名的黑猫歌舞团。但这个歌舞团呢，其实完全就是艺侠有台湾宝冢之称，然后他们也一样有这个女扮男装，然后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小
小咪哦，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呢，就转战了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歌舞剧哦。那这个也是艺侠歌舞团他们演的其中一段哈、哦。我们看到这是小飞侠，如果大家有点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都会看这个小飞侠的卡通，然后他们的确就是演小飞侠。那台湾的宝冢也走出自己的味道，就是也有演七仙女啊，或是阿拉丁神灯，就是各方面它融合不同的。但台湾宝冢跟日本宝冢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是跟日本学习，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日本有这个阪急百货、阪急这个整个财团的支持哦，但是台湾的这个并没有这样的财团支持，所以我们就面临到一些，比如说一些经济上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必须在演出当中可能放一段这个味全的广告，演之后呢，就请味全的，就是演段味全奶粉的广告，去想办法去就是做经济。那到最后，台湾的黑猫歌舞团其实会关掉，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呢，因为大家看到他们就是当时民风保守嘛，那你穿着这个很紧很短的裙子，然后一个胸罩这样，然后在那边跳这个大腿舞，所以很多人都会对当时的演员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印象这样子。然后他到最后甚至就是台湾南部有很多的脱衣舞，所以很多人就会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越脱越多，就导致黑猫歌舞团关掉的原因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谈这个性别扮演啊，就是为什么女性扮演男性却比男性扮演男性还来得就是让很多人着迷哦。因为很多的观众在看宝冢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他们女性去扮演男性的时候，他会有这个男性没有的温柔。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就是的社会嘛，所以他可能就是结婚前是非常的就是努力的追求他的伴侣，但是结婚后可能在女性的地位上，在家庭是非常的低等，所以呢，很多的未婚也好，或是结婚的妇女，都是宝冢大部分的观众群，他们就幻想这舞台上美丽的这些男艺，就是男主角会成为他们的伴侣，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有了就是那。那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呢，我们刚刚放了就是我现在补充一个，就是我这边有一张照片是现在台湾台大戏剧社的学生所组成百鸟人演剧团，在这几年呢，他在台北艺穗节一样就是学宝冢，然后就是演一些就是轻喜剧的就是 musical 这样子，对，然后这是台湾自己的团体，然后他也在台北的艺穗节有获奖这样子，所以其实日本对我们的影响至今还是非常的多，但日本却受到法国的影响，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放了一个就是法国阳光剧团的影片呢，其实是这样的，法国阳光剧团呢一样是在法国里面最重要，现在当今戏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团体，那他反过来，我们跟西洋取经，可是这个团法国阳光剧团他却跟东方取经哈。他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合体上的鼓手，他在模仿日本的一种艺术，就是我们看到他是偶嘛，对，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模仿，这叫人形镜琉璃 Bonraku， 就是一个最像人的偶，所以他们一群法国人去学这个日本人的偶，而且学得非常非常的像，这是1990的时候轰动全就是表演艺术界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他不是只有跟日本取经哦，他们其实在三年前我到了这个他的当地，就是他们的这个阳光剧团的团址，就是弹药库剧场里面，他们在演印度的房间，所以他们就是完全是全部人变印度人，然后讲印度话，然后跳印度舞哦。所以我待会会就是跟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我会谈到阳光剧团这样。昨天我邀请两位，算是从传统到当代的两位非常杰出的女性表演者，我今天再继续找三位哈。这凯妍、景文跟佩金，他们两位哈，得到台北市政府那个杰出艺人团体，这非常大的殊荣。那更没有说景文老师也不断在培养后进。我们希望透过像华国阳光剧团、日本宝冢剧团，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在逐步做。我觉得我们有就是应该就像一起来分享、来鼓励他们。我们应该培养台湾的宝冢、台湾的阳光哈。这正是我的节目。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教育，我们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做通才教育、公民人文主义的教育，培养批判跟道德推理、创意表达、理解多样性以及一生不断适应的能力。我们节目这最大的宗旨在此。我们再看一段一个剧团叫《你的侧脸》，是不是45度比较好看，侧脸比较好看？我看看，叫《你的侧脸》剧团，来看看。大家都到了，那我们就开始看展了。
有零七年的巴黎，伟大的艺术家不会受到共产阶级的排挤。1907年的巴黎，他们的挂历正自由穿梭每天咖啡厅。我是有点感慨哈，当然有一位屏东县议员是现在媒体说一咬成名了，一咬哈，哦，咬一个警察成名，但他背后这故事我蛮肯定的哈，替那个这弱势团体讲话。那有一位在府城的叫做 Crazy Friday 啊，英文比较好念，结果变成窥基弗莱爹哈，哎，我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在网络引起热潮呢？这显示我们媒体在报道很多问题上。资源的不对等，城乡差距的不对等，我们对很多地方的乡土的公民的草根团体缺乏报道，于是他们只好透过网络。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想我们刚刚所看的你的侧脸舞台剧就是例子，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平台来呈现，不是吗？来，凯英小姐。其实刚刚一直就是在不管是福大哥还是另外两位来宾一直有在问的问题，就是台湾是不是能够有包容哦？那我看到那个影片的这些片段，我想说台湾的舞台剧或音乐剧要做到这么华丽，大概蛮困难的吧。因为其实哇，我在那个音乐的领域哦，就是不管是自己有在从事做那个就是像我们这次获得演艺团接触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啦，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是不断的在耕耘哦。那也看到新一辈的人哦，要朝向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发展哦。那他们常常会跟我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想创作，很想要专心做他们专业的东西哦。像师大啦，就有像表演艺术研究所的这样子，是专门在培养就是音乐剧的人才哦。对，可是因为他们开始要做作品的时候，其实跟其他的像我们之前有提到服装界的领域有点像了，因为市场太小了，所以他们的制作只能拉得很小。对，那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的一些小型舞台剧，甚至在一个小房间呢、就可以演了，然后一个人，我们刚第一个影片看到的是一个人的独角戏，那有时候是两个人，就是都是小小规模的演出这样，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负荷范围的，要做到像宝总这么大的歌舞剧哦，甚至是像我们西方我们去看到的什么 Broadway show 啊，所有百老汇的音乐剧，那真的是很大的投资的成本。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不管是宝冢或者是西方的百老汇，他们有定目，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theater， 他们那个 theater 呢其实就是一直都是演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会到那里去看。台湾好像要做这个比较困难哦，有一些小部分的地方可能有啦，可是真的比较困难。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酝酿出台湾的宝冢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昨天我特别透过我们的两位表演艺术工作者哈、提到这个隔壁亲家音乐时代所创造的，他全程用福佬话在中国上海演出，轰动一时，结果在中国的盛况回到台湾。主办者的音乐时代就关门了。那如果透过昨天那位来宾说很难分类，就是说这种隔壁亲家有点类似这个Broadway 哈，这个百老汇的一个音乐剧，它到底要放在古典音乐门呢，还是戏剧门或舞蹈门呢？很难归类。那就限于这个类似这个衙门作风或官僚问题，竟然就垮了。哎，这真是很大的伤害啊！我昨天特别提到哈，当戴高乐用军事政变得到政权，他知道。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要不然他透过公投建立第五共和。但是他把首席部叫文化部，邀请 Morrow 第一知识分子做首席部长，已经说明一切了。我们政府当局有这样思考吗？我想我们再看一段由叶景文老师所提供的一段非常精彩2001年一段影片。
それは甘く愛それは強く看了马上直接说，这真是日本的柔性国力，一个 soft power smart power 那种软实力的一个彻底的展现，马上感受到哈。那上一段叶景文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舞蹈工作者、舞蹈艺术家，他特别提到宝冢独特的三层式旋转舞台，但是他们怎么培养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对谈，包括我们台湾哪些问题，为什么不能像华国阳光剧团，不能像日本的宝冢剧团，一定有很多问题。我们利用这机会，要不要介绍他们，然后来鼓舞我们的政府、企业、民间怎么来追求这个止于至善？来，是不是请景文老师，请。好，我们可以知道说，很多台湾的剧团啊，或者是表演艺术团体，他们都会觉得说，经费不足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为财力上的困难，所以没有办法永续。那其实宝冢他也同样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在1965年的时候，日本爆发结构性的经济危机；1970年的时候，能源危机，消费呢非常的萧条，连带呢营运也萧条，赤字都在增加。所以在这样子危机时期的时候，票房收入特别是娱乐这一方面呢，是根本就是很难经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小林跟这个板吉啊，这个公司，他们就是有办法到处去寻找一个可以让日本人让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的一个剧，就是《凡尔赛玫瑰》。《凡尔赛玫瑰》它是除了吸收西洋的这个精华之外呢，他用这个日本的动漫，然后呢，把它呢重新让这个已经跌到谷底的宝冢剧团呢重新死而复生，好，这是一个非常在现在呢非常到现在已经500多万人已经看过这个凡尔赛玫瑰了。那刚才吴大哥有讲到说，为什么日本人我们不行？其实这个是很难有一定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音乐剧，其实音乐剧的灵魂就是音乐。虽然我是一个舞蹈人，可是音乐能够，舞蹈是像浮游一样朝生暮死，跳过以后，除非你把它做成DVD， 可是音乐你是可以把它做成 CD， 到处放的，对不对？而且有乐谱可以永久保留。我们的音乐剧就是要有音乐，这个让人家觉得听了还想再听。百听不腻，越听越感动，像方头的 Opera Les Miserables 都是这样子的主题曲，非常能够让人家朗朗上口啊。凡尔赛玫瑰就是这样。那因为凡尔赛玫瑰的这个power让宝冢呢更上一层楼，制定了这个明星的制度，制定了这个粉丝的制度。他们粉丝有多夸张呢？全部排队，不像大家乱哄哄的，而且排在前面的人要蹲下，后面的人站着，非常有制度的哈。你会觉得说他们日本人就是连粉丝都军事化的这个训练的那种感觉，好，还有他们的这个整个管理的制度也是一板一眼，到那个时候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升迁制度，就从凡尔赛玫瑰这里开始。然后呢，除了他们的升迁制度，最让人家觉得想要一提的就是宝冢的谢幕秀，他们的谢幕秀就20分钟，
好像我们谢幕就出来行个礼就走人了，对不对？他们谢幕秀呢也是非常有制度的。开始的时候呢是男艺会出来哈、哦、唱一个主题曲，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康康舞出来跳一个大腿舞，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男艺的群舞。好，然后再来是男女主角的双人舞、嗯、然后再来是一个大谢幕，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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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到最后谢幕二十分钟才能够搞定。可是这个是他们最想看的，是所有的观众最引领期盼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谢幕秀。那你们现在在刚才这看到这个男艺在旋转这个女生的这个独舞，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嗯、因为他们男生哈，女生要扮成男生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补身、嗯、就是让自己身体肩膀要垫高，然后胸部要平，然后要穿高跟鞋，就是要让自己补得像一个男人一样。可是他们常常往往要托举一个比他们自己体重还要重的女生哦，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呢，宝总之所以会历久，他们有一个教育，有一个教育的制度，哈、哦，是啊，比如说他学声乐700多个小时，哈、啊，乐典50多个小时，钢琴95个小时，然后他们要学很多很多的舞蹈，你会发现他学舞蹈的这个时数比学音乐还要久。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学这么多舞蹈的，我在想说他们的体态，就是因为他不是说啊真的坐在那里弹钢琴或什么，他们一边唱一边走一边跳，所以他们的这个体力呢要非常的好，体态要非常的好哈。还有呢，非常有趣的，他们要有教养，他们有一个日式的这个教养，一般的教养就是所谓举手投足之间啊、哦，跟人家进退应对之间。非常的 graceful， 很优雅，对，所以他们的这个首席呀、啊，所谓退役秀，退役下来都很多都嫁入豪门，像那个黑木瞳也是嫁入那个豪门，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贵族的样子哦。经过这多年的训练之后，那他们的男性，他们这个男艺呢，要比男人更男人的一个形象出现，因为他们观察，他们不是生理上不是男人，可是他们必须要让自己演得像一个男人一样，然后呢，他要去观察男人的所有的动作，然后气质，那个就是要演得像比男人更帅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呢，就可以号召一堆铁粉，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之下了，宝总之所以今天可以让哈。叶景文老师哈，他特别谢谢他，他花了非常多时间把宝总的历史严格，包括内部训练，把它呈现出来。我要特别谢谢你哈，我要谢谢我们的每一位语坛人，包括我们制作单位，其实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哈。我们再来看一段难得哦，台湾、澳门跟法国共同制作的《镜花转》，然后我们请佩金团长来解说。
正如叶景文舞蹈家所说的，在一个音乐剧或戏剧里面，音乐是最主要的形式。你看刚刚那一段法国音乐，马上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是不是请这个贝静雅来帮大家解说台湾澳门法国人所共同呈现，其实这是个方式，大家互补长短嘛，来请你分享。好，我们刚刚就是有谈到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才会跟日本或是跟法国一样好？那我从这个《镜花转》这个戏开始讲，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跟法国阳光剧团的资深演员沙哈亚巴哈斯提，就是这一位导演共同合作的一个3年计划。那当然，我们的确是没有凯婷所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然后我们因为有国艺会跟台北市杰出团队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资金啊。那到底有什么样？为什么台湾做不到呢？那我就从我几年前到这个他当地这个剧场，就是阳光剧场的剧场，给大家看一下。他其实是在巴黎市中心很郊外的一个弹药库剧场，就是以前是放这个弹药库，然后他有自己独立的剧场，就是说他可能一年当中的彩排，每天14个小时以上都在演出的地方彩排。然后呢，那时候是我去看这个印度的房间，所以呢，他们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餐厅，他把这个餐厅演员就在那边自己煮印度餐，所以你进去之前你可以先吃印度餐，然后呢才进去看这个印度的房间，可是全部是法国人，然后去扮演这个印度的戏哈。那这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在台湾呢，我们是不会有自己的，比如说如果我想演出，我一般不可能有2个月的说我在这个实验剧场或者我在国家戏剧院我要排2个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会在一个排练场，那排练场可能跟真实演出场地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必须在里面自己想象那个真实的舞台，然后去排了2个月。那宝总也是，他们有自己的剧场，有自己的排练的地方，所以他们有整个学校。然后阳光剧团也是，所以我们台湾的整个艺术生态，我们并没有很常常会听到，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云门火灾，然后他的这个排练场是一个铁皮屋。其实台湾的整个剧场界都是这样的生态。那一旦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排练空间，我们出来的艺术也当然会有。就是比较，就是不可能有对方这样的艺术。然后我们这一次跟阳光剧团的合作呢，的确我们就有很大的冲突，就是说这个导演他是他们阳光的资深那个团员，他就要求我们要一模一样的跟剧场一模一样的排练场，然后我们就遇到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就搭建一个跟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一模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成员有来自澳门，有香港，有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你可以从旁边的影像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搭出一个跟剧场一样规格的一个排练场，在台湾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哦。然后我们的就是演出当中呢，就是因为它是从在谈个人的记忆，所以我们可以从图片里面看到说。这个是发展出的一个计程车的片段，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计程车带着这个我们去那个拱天宫的，就是你去妈祖进香的这个庙哈。那可是其实旁边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他讲他去中国寻根的故事哦。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老鞋店，然后由于这一次的组合是来自世界各地，就是整个亚洲，所以我们出来的故事也会发展成就是各个国家的故事。那其实这个精神跟法国阳光剧团是很像的，因为他们都是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哦，他们甚至有中东的演员，那一起排。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邀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就是工作艺术上的提升，然后中间这位就是导演，所以我们可以就是9月会在实验剧场演出，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来看《镜花转》。我想最后是不是我们让这个凯盈跟景文说来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做，我们毕竟希望有台湾版的宝总或台湾版的阳光剧团，来自你刚一个最有名的那个 来自那个太阳剧团，太阳剧团本来是街头艺人的嘛，它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公认的最好的表演艺术嘛，就看怎么做，大家一起来努力哈。来，先请凯盈，再请景文老师。今天其实分享的这两段影片都是师大的毕业生他们所做成立的这个剧团哦所制作的作品哦，那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大家看看，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什么样子的呈现，其实陆续也都在国外获得不错的奖项哦。那刚刚洪团长提到的，说不定因为我们资源有限的关系，国际合作这样子共制节目或许是一个方式哦，对，那相信我们创意很多，能量很多，在特殊这样子的环境下面，要是大环境没办法改变的话，说不定我们也会走出一条特别的路。非常好，这最有名的
歌剧演唱者帕拉巴迪，他讲一句话，掌声是最好的氧气，我应该给他们多多鼓励，这个前国防部部长蔡明宪部长最近花三个礼拜到北美洲到日本巡访回来，他前天在我们节目说，他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在北美洲在日本台侨都必看，这一点我们一定继续努力，也希望大家贡献更多意见。音乐是灵魂最好的养分，这不是我说的，莎士比亚说的，我相信舞蹈家景文小姐一定同意这一点。来，你怎么把音乐、舞蹈各种戏剧元素结合起来，来开创我们自己台湾的宝冢或阳光剧团时代呢？来，老师。好的，其实台湾不缺艺术人才，因为我们的教育就培养，像我左右两位都是哈，戏剧人才不缺，音乐人才、舞蹈什么都不缺，我们缺什么呢？我们谈到宝冢的话，其实我们缺一个行销高手，因为我们呢，其实不要去，就是走进驻精致艺术的艺术家，其实不要去排斥娱乐艺术这一块，因为呢。宝冢在培养他的明星，就跟迪士尼在培养他的 Mickey Mouse 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只是他，这个比喻很好。他就是要把 Mickey Mouse 推到全世界、全球。他是那个宝冢，他不会轻易的把那个 Mickey Mouse 的这个头偶拿下来的，你知道吗？他就是有一个形象在那里。然后呢，他怎么样透过明星制、粉丝制、退团制？我要退团了，你以后永远看不到我。他用各式各样的行销手法去刺激票房，去卖票，去把它推。其实这个虽然他是用娱乐、用这个经营商品的方式在经营宝冢，可是人家成功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做到多么精致，多么的艺术中的艺术，可是你没有票房，很快你就会面临断炊啊。景文老师一语道破哈。我们欢迎海外行销高手一起来参与哈，来，我来帮你介绍，我做经纪人哈，请收看新闻大解读152台，哎，我要行销啊哈，如果你来不及看了，跟各位打，你就打胡忠信脸书新闻大解，哎，所有的资料哦，所有的资讯，所有的每日一书，每一张图片，每一句话，包括你那天画好不好，妆好不好，都在里面，我们真的。有人是替弱势团体讲话嘛？有人是 Crazy Friday。我们不是卖什么味全奶粉，你上次有人卖那个黑猫还卖味全奶粉，我们是换卖希望，换卖未来。感谢三位会长结束，未来大家继续努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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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